数位直喷转印胶膜 DTF 是什么？三大特色带您了解。客制化商品越来越多元，其中包含许多布料材质的商品，例如衣服、帆布袋、帽子、袜子等。以衣服为例，印制客制化衣服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包含网版印刷、电绣印刷、直喷印刷、热转印、热升华等技术，各种方式都有其优缺点。以下一生要为各位介绍一种印刷布料的新技术。 DTG 是指成衣直接裂印，又称为纺织直喷，将墨水直接喷印在成印物上。 DTF 是指数位直喷转印胶膜，使用带有离形的转印纸，利用热熔胶粉粘附在墨水上的特性，自动将热熔胶粉定位。 DTG 拥有免开板、免挑字且色彩鲜艳的特色，亦不需要透过胶膜加热即可直接印制。 DTF 打造免切割、免挑字的印刷方式，透过热转印机即可将转印纸上的图形转印至衣服上，即使是 DTG 较难处理的深色布料印刷， DTF 都能轻松克服。相较于 DTG， DTF 的价格较低，不需花费大笔金额就能享受 DTF 印刷技术的便利与效率，且体积及重量都比 DTG 纺织直喷机小，适合需要制作少量多样的客制化产业，也非常适合小型企业使用。DTF 拥有免开板、免挑字的优势，不需透过割字机裁切图形，利用热熔胶粉粘附墨水的原理，任何复杂的图形都能轻松转印，一次到位，克服了割字机无法切割过与细小破碎图形的问题，透过热转印机就能轻松转印。除了上述优点， DTF 也解决了 DTG 印制材质的限制。 DTF 可应用材质相当广泛，包含各类深浅色帆布、棉 T、 排汗衫、牛仔布、尼龙布等纺织材质都能转印。 DTF 数位直喷转印胶膜推荐一生，不仅提供直喷、热转印、热升华等印刷设备，多年的经验更完成了众多客制化产品的印制。现在就马上填写表单，参观各项数位印刷设备。